兄弟真英雄，无畏共联盟，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强烈推荐，超级好看的主播真会玩赛事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主播真会玩赛事篇，我是柴西。LPL 常规赛已经临近尾声了，整个晋西北乱成了一锅粥，不到最后一刻也不知道季后赛的名额花落谁家，各路选手也开始放飞了自我。乐福兰这里是直接出了一个，就直接开始要抓谁？听说你那两兄弟去拿红 buff 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关键剑魔还交了个大，在双门的时候要一打二，大脚一踢先把 Blaze 给踢走，赶紧摸眼，牙膏在等下一套的技能，还想追下一下，这按错了。按错了，对不起、这个位置卡莎上来了，要被杀了，若直接被卡莎给秒掉，但是卡莎自己确实也是没有任何的退场计划，就从三幺一辆车开进来，过站不停，你要去哪，司机师傅？闪现，闪了，有闪现，闪过来了，抢到，闪现，抢到了，卡姆，卡姆抢到了，二楼。线上如果能够压住的话，后面可以求团。好神奇！刷过，这一波啊，等，要被逮到了！哎呦，互换了这两个人，这是什么？但是这波纷纷亏大了呀！哇，这波两波兵线啊！但是这个技能真的是他打反手的时候，这个金身。看一下这一波，阿乐的一个大招反打，想过来留人皇，盖了四个人。韦恩进场，奥拉夫他的第一秒，奥拉夫先倒，这边再被钉到墙上，花田也倒，韦恩侧面一个打四个，哎、你赶紧把治疗交出来，一个打四个，哇，这波这个韦。不会相声的解说不是好演员，本周海尔兄弟也没有让我们失望，峡谷德云社的生意真是越来越好了。排排指点起来，我跟你说，你刚才这一波你不应该上去找那个瑞兹麻烦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边说我不是李唐卓，哦，对不起，认错人了，对不起。他应该给逍遥这样说，逍遥你这把虽然拿了 MVP， 但是你这把不能膨胀，好吧，下把要继续努力。谢谢这位小哥哥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再次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同时也感谢我们两支队伍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。接下来把画面交还今天的二位解说。都感谢了就不感谢解说，我们也不感谢主持人了，感谢队员接受采访，感谢江桥，感谢这个非常支持江桥的粉丝。今天的粉丝榜前三名，第一名是艾尔克三米啊，第二名小虎虎杀疯了，杀疯了，杀疯了！哎呦，你这个段子真的是。江桥这里只有一个人，这里怕起来，怕什么？这我感觉危机在怕什么？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我看他有点三步茅庐好了，然后你想明白了，哎，我看到你一个钟也不在呀，瑞兹跟皇子，你个冒头，你还敢在上路装？不是，解说在想危机怕什么？危机在想你在装什么？对啊，然后发现了。RW 在想我在干什么，原来你是个空城计。采访环节 Icon 化身霸道总裁，表白对象竟然另有其人，啥也不说了，我同意这门亲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中的 Icon。 大家好，我是打野企鹅。中路发挥还满意吗？不止今天的比赛，他一直挺 C 的，我不知道企鹅有没有看过，之前有个节目里面就问 Icon 嘛，一些形容词他会想到谁，所有的形容词全部都是企鹅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一点吧。知道一点。第二局你们前期优势非常非常的大，但是为什么中期一直在要正面跟他们开团呢？我的问题什么企鹅说什么？你们俩在抢着背锅是吧？
那我确实是我开团送的。那这个节奏是非常的关键，想问问是谁指挥的，你们俩又去怎么执行它的？一切的话都在我们预期之中。哦，一切都在预期之中，可以问问是谁做的这个预期吗？打野跟辅助。打野跟辅助就是上次接受采访的场妹组合，因为之前嘛知道你颈椎啊这里可能有一点不舒服，想问问现在有恢复好了吗？小病死不了的。然后第一次来现场，感觉厂长近距离看比屏幕前看要帅很多。哇，厂长近距离看更帅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哈。但是我们厂长在镜头前和现实生活当中都非常的帅，谢谢对于厂长，包括对于 EDG 的支持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素质三连哦。我是柴西，我们下期再见，886。